赶流水最怕塞车啦，哦。有点阴天的，可能会下雨。这边有急刹小心哦，还蛮急，那急刹有轻的，不错，是有挡起来。比之前好很多，风沙还是很大，还是有会掉。晚上不熟悉路况，千万不要过来，很危险。这个路都不平的，凹洞，啊，有人有扶起来，有没有？要慢慢开。哇塞，这底盘受伤。看前面就是，叫南极天配长标，哎，哦啊！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哥，哎，钓龟啊，龟啊，鹅啊，鹅啊，嗯，钓来几只？对啊，对啊，你钓那里无效啦，因为水若冲就流去啊，影响大啦。好宝贝嘛？差不多三四十啦。哎呦，袂歹嘞。毛细尾，细尾放钓去啊。嗯。今日钓食较浮啦。叫做漂的，船一船差不多对折啦，一个三分之安尼啦。哦哦。钓较长的啦，你若钓伤短，袂加。啊，信号无啥明显，才食一包尔。嗯。差不多安尼啦。安尼啦。哦，真水。哈哈，安尼水啊。袂歹啦。太大个吼。嘿。叫你认出来。还有无？哈？有无？有啊，来无？我头先看你去几只只俩。系啊。运气好啦。像讲这坑无人在钓，我就来钓啊。啊，人拢伫遐，你不要看。收
哎、欸、呀，我想讲这坑无人钓，我就来这钓，钓看卖。想讲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？懵钓。懵人多，无爱甲人争啊。看船的来钓。哎、欸、呀、啊。啊啊！你坐好。哎呦！啊，你出面咧后了，那是练了哦。系啊。哦，练了，诶，要加鱼用买啦，要加伊的奶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是就是钓一般的比较不流的场，很适合啦。像线溪，如果夏天你要去钓，臭度用那个很咬啦，那个我都测试过 ，OK 嘛的啦 ，OK 的，抽个大丸一挂，啊个。越搓它越黏了，啊，像那种流的，那种浪那么大的，我不会叫你去用链饵啦，人家无良心在叫用链饵，嗯，一包嘛无俗嘞。我定来这定定讲的。是哦、喔，啊客气啦，啊你要钓大尾，我拢钓细尾，客气啦。五六仔哦，五六仔会杀你啦 ，OK， 五六仔袂歹食啊，就大尾感觉无好食嘞，歹得。大尾较粗啦。较粗吼。对啊，这钓袂歹啊，素溪。啊，香，这较香哦。嗯，我今日今日嘛无可能去鹿北啊，嘿、欸，哎、哦，影响大啦。我刚才从那边经过，也是很多人、啊。还是很多人哦。哎、欸，啊，徐董放毒啊！徐董放毒，太毒了，那个毒到人家都要穿那个泳装去钓鱼了。哎呀、啊，这边比较红印挺多啊，因为他那边人也多，所以他那边鱼诱的也多了啦。啊，这边的话其实也不错，但是就是比较少人在诱啊，而且他那边沙底的啦，对不对？你应该知吧？沙底吼，你六港白底的是石头底啊，较有差啦。石头底较会卡。哎呀，较会卡底，但是嘛是相对有米鱼啊较侪的嘛。好啦。
不落去，来看一下啦。大家好啊！今天的钓才就到结束了，风超级大的，准备撤退，还是有人要钓，你看外面超多人。OK， 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